这是 Arteal 尔湾奥德庄园的一套四房五卫，室内面积4562尺，门前有一个小厅。街区进门右手旋转楼梯上楼，左手是一个书房，这里是半卫和储藏间，这是客厅、双中岛、厨房，这是主人现在正在生活在这里的状态，烤箱，这是车库，他们现在正在生活。然后一楼有一个卧室，全卫的洗手间，大理石的台面和厨房的是一致的，很漂亮的花纹，包括背景板的墙。这里是院子，烧烤台，上楼。这里是洗衣房，一个卧室，全卫的洗手间，这里是主卧的阳台，衣帽间，主卧的浴室，最后一个卧室，也带一个大阳台。这也是一个储藏间，三楼。也是升级的大理石的台面。这里是一个客厅，储藏间，这是宝宝待的地方，半卫。